殿下，清晨是来跟殿下告辞的。本王今夜最想见的人便是你。殿下今夜最恨之人，应该也是清晨吧。 如果你觉得愧疚大可不必，今天的局面是我母妃一手造成的，与你无关。这一切迟早会发生。如果没有你，吴桑和婷儿也无法全身而退。如今殷家破败，众叛亲离，难道你也要离开吗？为何你与我之前认识的战王截然不同？莫非天道循环，我开启了九转玲珑阵？ 由此，也逆转了你的命运。我与清晨萍水相逢的缘分，从遥远的边关开始，却又在千里之外的天都再续前缘。虽说是萍水相逢。 但倾城姑娘能为四哥付出这么多，这份情谊还真是令人羡慕啊。倾城行事总是出人意料，与他相处的时候，虽然要花很多很多心思，但这样我反而觉得很有乐趣。 也算是一种缘分了吧。那如此说来的话，我与清晨相遇，亦是上天安排的一种缘分。那日，我与他在歌房相遇的情形，现在想来，仍然是历历在目。七弟与他相处多时，这里的一花一草皆可见证。反而该我羡慕你才是。哦，对了。 他现在在哪儿？我想敬他一杯。四哥来的不巧，清晨姑娘，她已经离开战王府了。离开了。殿下，见过二位殿下。何事如此慌张？黎王殿下回京了。那他可曾说他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听说，去了灵王府。 四哥，自求多福啊！他上次来我这里，可是差点连我的院子都给拆了。